我得篮板者得天下。伟大，二打二，转身，低手上上篮，漂亮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。钟大力转身之后的上篮，在刘洪波面前秀了一把。周大力快攻当中很冷静的处理。第三节上来，北大队的攻势很猛啊，现在只差三分了。西城继续站罚球线，刚刚成功的制造了犯规。联盟队在面对联防的时候，相互之间的传导，寻找机会。邹伟恒再来一个中距离，运气不错啊，球弹进网窝。他好厉害哦。邹伟恒今天的投篮让口味王追梦队找到了稳妥上分的武器。44-39，追梦队还是保持着领先。掩护。哎，左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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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罗。哎，早晨。陈宇飞，也是北大的内线。无球人的盯防。齐成。啊，这个球齐成过掉。队友没有跑出机会，陈宇飞自己单打得分。没关系，继续回来防守。刘洪博底线，邹伟恒没有延续手感。哦，进攻篮板球，外线张子晨，齐成篮板，漂亮漂亮，齐成在篮下拼命的点抢，为队友创造了机会。发射，发射，回弹，大飞拿住我一点。46-41，双方打得相当的焦灼，一直维持着分差。口味王追梦队还是手握五分的领先。小罗，王浩源，哎呦，刘大一失误了，后场球，别紧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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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，刘，来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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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北大这几下有点松了，看看口味王追梦队能不能够抓住机会扩大比分。篮下后仰，漂亮，周伟豪。空中的滞空转体手感非常的出色。哎，你们俩中方注意一下，让这穿插先跟一下挤一下。48-41。哎，单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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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线手递手，王浩源再见掩护，拆队友周大力不进去。哦，哎 ，up and under， 空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潇洒的动作。周大力这个球面对对方的两名内线完全不怵，流川枫啊，这下把周大力好好防呀，得多少分了？48-43，还是五分。来，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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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走走走，击球，这边，这边，动球。转移，三分球，短。齐成没有拿到篮板球，退防。对手刘洪博准备用犯规篮，但是这个球北大打得太快了。有有有！周大力在快攻当中冷静的处理，背后运球过了刘洪博，电光火石之间直接到了篮下，赵百鑫两分打进。开龙，开龙，开龙，开龙！北大再一次缩小了分差，现在只有三分了。联防，齐成 ，fade away， 没有。第三节比赛目前看来，除了邹伟豪之外，追梦队的其他队员还没有打开手感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周大力，队友要上来接球。周大力，掩护手递手，不换，刘洪博从身后绕，齐成防上去。漂亮，阿迪力压一下，压一下，嘿，防守大闸呀、啊！底线邹伟恒点一步转身后仰，平躺式后仰，哇、哦，厉害，邹伟恒！邹伟恒确实手热的发烫啊，怎么投怎么进，这啥玩意儿啊？咋投咋进？正因为一开始对他的防守啊。这个压力不够，所以后来呢就是有点呢控制不住。我们虽然在防守上面做了一些的调整，但是还是让他得了不少分数。50-45，继续手握五分优势。北京大学也要加油，北大打得很努力啊，但是分差还是追不上。赵百钦
到位，两分命中，手起刀落，队长还是稳啊。50-47，北大换上了他们的主力后卫陈兰深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面对刘洪博，这是北大后卫的正面 PK 啊，小地球，打个吃挡拆，洪博吃挡拆，吃挡拆，追梦队吃挡拆，提成单挡，刘洪博给到阿迪力三分篮板，周伟豪拿下来，直接出手短了。然后雨拿下篮板球，长吊一个篮下，漂亮！北京大学周大力快速下球，两分。红黑王追梦队这次回防再次愣神了。李伟豪，快攻跑成50-49，北大只落后一分了。给走走走！追梦队的上半场的六分优势瞬间只剩一分，还是。周伟豪最稳定的那个点，周伟豪接球晃开对手，逼一步之后急停两分球命中，稳健。这场比赛周伟豪确实大心脏，一直源源不断的输出。今天靠周伟豪训练，进攻真的打不开，就靠他一个人乱干。52-49，北京大学队继续追分。走走，防！二六六六六六。陈兰深，防联防。唐浩宇，陈兰深，海线，好球，好球！周兰深，你看人家说守二，人家已经变了，咱们做一个死二，一会儿做死二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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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们来看看追梦队这次的进攻能不能进一步的扩大比分。李伟浩。李伟浩内线顶着人上，2+1打成。Basket counts， 得分有效，还要加罚一球。54-49，我们来看看李伟浩的加罚怎么样。加罚命中，李伟浩55-49，再次把分差扩大到了六分。来来来。回到了半场的比分分差，底线强投，哎呀，篮板！陈兰深保护住进攻篮板球，赵百清，哇！李伟浩高高跃起在人群当中，快快快！正好快往回跑，摘下篮板球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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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红哥，传回去！周伟豪，阿迪力再回，漂亮的转移球，齐成。篮下霸王啊，57-49。哎，追追追！幺四幺四。篮球衣的是周琦战队男男网，控球的是22号，来自武汉向子龙。这家一上来受到包夹，出手失误，看看前场，这一次杨晨，哇！杨晨完成重防倒攻，躲开向子龙的盖帽，成功打进两分。帮助谷爱伦战队先拔头筹，全场全场那个一上来全场的紧逼拱手，这是谷爱伦战队给出的信号，给出必胜的一个决心的信号。而这边左侧背，南南网也给出回应，取上团一颜色，出手三分，百步穿杨，你有你的方式，我有我的回应。这边球上的也很快，三后三后，开场3-2，吴林家单打向子龙，往上一点，哇，向子龙177公分的身高，这一下哇，队友跟紧在做，